这是一片矛盾的土地，镂空的旧房子，生机勃勃的花园，废弃的工业遗址，高密度的住宅。人们试图努力唤醒这片土地，用那残留的工业声与未来对话。人们在历史与未来中徘徊矛盾，而博塔用光谱写出神圣的诗篇，超越了时间。当人们穿越这片充满斗争的土地，置身其中，所有的矛盾似乎溶解归一，在光与暗的韵律中沉淀着斗争，孕育着希望。
世界早已改变了模样，转眼只有怀念。人来人往，为什么会孤单？苦思冥想，想找个人对他讲。梦想是真的。